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韩国地罩杯平面模特健身后，却没有人在意他穿的衣服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，不过好的衣装不如好的身材。有些人总会给人一种高雅有气质的感觉，这比名牌衣服更有说服力，而且这种魅力还能帮助获得更多的成功。健身女神金敏峰就是很好的说明。原本长相平平的她，却因为身材突出已经有几十万的粉丝了，每次她分享照片都能获得十几万的点赞。也因为这样的影响力，她的广告收入也增加的不少，现在已经是知名的平面模特了。不过有网友评论，无论她穿什么衣服，大家还是被她的身材所吸引。金敏峰很早就开始健身，长时间有效的锻炼，让他的身材看上去很健康，并且地罩杯的他还有令人羡慕的瘦腰和翘臀。甚至有网友说，没有人在衣服是什么款式的，只要他穿上去就很好看。这也是大家对金敏峰的身材的肯定。不过作为女神，金敏峰也常常遇到困惑，很多人质疑他是做了填充手术，对此很多网友却很支持女神。其实如果地罩杯也很正常，只不过女神的腰部有那么苗条，才更凸显身材。或许很多人不能像女神这样丰腴，不过至少可以提升自己的身材的曲线，不要让衣服成为自己的伪装，而是身材让衣服展示得更有型。文章图片来自网络。